这个要从那边接住体能教练发过的球，然后要把这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打倒。啊啊！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乒乓球的定位击打。来，在整个乒乓球比赛里，发球和接发球非常关键。啊，这球也是角度要的非常大。 对，他现在证明他确实是体能教练，争取一个上桌。漂亮！哇！好帅啊！哇！我以为会要几次以后才会成功。这个太难了吧？我们再把它难度增加一点，好不好？再难度增加，打平盖，打盖了。哦。张继科呢？他是什么呢？冲击力强，球的威胁大。 差一点，哥在拿球的时候，他的摩擦非常好。娜娜，他怕打到娜娜。科科说你往边上坐，他刚才之所以一直打不到这个，是怕打到你。娜娜，你干扰了他。你最好出去。分心了你。好，来了。好的。啊，张继科这个质量很高。啊！ 太帅了，太帅了。